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节目的现场，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在周五的期间，加权指数中场也上涨7点做收号，今天的高点跟低点比较狭幅，40点左右波动的一个价差，但是有一点点开高走低，而且盘面上面相较于昨天1100亿元成交量，居然一口气量缩了30%哦。好，那这个量缩要怎么样解读呢？我想在刘老师等一下把这个极短波盘势格局解析完，以及中期趋势波段解析完，我会给大家一个结论。好，我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跟他报告，我认为这盘势格局你应该把它解析成筹码已经相对稳定，好，在该卖的人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今天一个价涨结果量缩的一个过程里面，没有错，它是极短波的空头价量。好，可是我会提醒到大家说，我认为你应该把它解释为高档区没有太多的卖压。好，比如说昨天1100亿元那个极度的向上拉抬，它今天量缩到700亿元怎么出？好，所以我想这是为了准备下个礼拜过7855全面发动一波向上轧空段，最后一个酝酿压缩的一个过程。好，投资朋友你不要忽视压缩的力道，重点是压缩之后这个大盘盘势格局会往哪个方向走，这是您应该这个周末的期间要领先市场去做一个掌握的哦。那因此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报告是说，我认为下个礼拜对于多头好期待8000点封关行情的投资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周线哦。那决定这个盘势格局能不能够顺势在封关之前，好，下个礼拜没有行情，我认为大概整个接下来的15到18个交易日就不太会有行情了齁。所以对多头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决战周。如果下个礼拜顺势能够拉开一个向上波段行情啊，这一波五支三主升段应该好，这个空间跟测距都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亮眼齁。那所以呢，先把这样的一个脉络跟大家做一个交代的动作。不过好，要提醒到投资朋友齁，由于今天是价涨量缩，同时呢极短波日 K 线的形态有一点点呈现开高走低的形态，在开盘八法的口诀，它叫做压力盘。那因此呢，搭配在今天早上一个小时过程大概预估的成交量就抓到700多亿，还好尾盘要稍微补一点点量很吵齁。那我告诉我会朋友说，压力盘你通常要偏向尾盘才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买点。好，而且咧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齁，压力盘在开盘八法口诀隔日冲的应用过程里面，礼拜一不论开高开低，好，稍微注意一下，就算是开高你也不必急，开低压力也不必太大，因为低档区所有的轧空关卡价全部都站稳了齁。现在担心的是说开高，好，那由于压力盘隔日冲都一定会有一个下压的动作，所以礼拜一开高你不要去进行一个追价。问题是这震荡如果真的有一个下探的动作状况之下，投资朋友你应该利用其他的方法研判这里是卖点还是买点齁。我刚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向，我认为你应该去寻找买点齁。为什么？好，投资朋友，这个礼拜大盘会盘面格局虽然昨天放出1100亿元成交量，那可是高价股以联发科、以股王为首的大力光、以宏达电、好，以 TPK 来讲，这个礼拜是休息的哦。啊，我会员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这几档个股好像都没有动，大盘在往上动，会不会是主轴变化呢？哈，我说不是哦。投资朋友，这盘势格局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类股轮动的脉络。好，那首先这个礼拜的高价股的休息是让把空间让给中低价位，包含 3DES 的族群做一个接棒的动作齁。投资朋友，这几个类股次族群大部分都是到今年为止财报，除了 LED, 大部分股票还能够维持小赚的一个状况之下，其他族群全部都是赔大钱齁。我们来看这张股票叫2408南科。好，投资朋友，在你没有注意的这七个礼拜期间， 3DES, 大家认为财报最差的股票涨翻天啊。好，涨幅一倍的比比皆是。好啊，不是电子股不能做，因为过去以往在封关之前大家都认为说比较偏重传产金融的一个向上面盘转折的表态。可是你挑对电子股，其实这七个礼拜里面好挑到稳健一点点的太阳能股票，你100万资金你已经赚50万了。好，可是大家都认为不能买啊。好，所以
投资朋友，尤其是这个礼拜 LED 族群也跟着接棒的状况之下，整体来说是维持非常良性的类股轮动，尤其 3DS 是过去所有投资朋友的热爱主力族群，又非常喜欢在这里做一个短期的当冲的动作，所以昨天能够取出1100亿元， 3DS 居功厥伟。不过今天在一个成交量能退掉，礼拜五刚好面临封关，这个周末休假的状况之下，啊，主力食物群干脆礼拜五做一个休息，看一下盘面上面支撑关卡价能不能守稳。今天其实守得非常漂亮哈，那下周将是决定是否能有量力封关行情的多空决战周。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扣底值。好，如果下个礼拜不涨，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波行情就开始有一点点震荡。如果空间破了几个观察价。由于摩台23万口，好，那这一个像水库一样累积的位能是非常强的，那你只要一泄洪，好，那个力道都会非常大。那到底是往上做一个单边突破，或是往下做一个单边突破嘞？好，下个礼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周哦。那我认为宏达电的日 K D 以及几档高价股的日 K D 已经落底了哈，所以这个礼拜先把空间让给中低价位的股票。那高价股先进行一个休息的动作。其实最主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冲关交给高价股，好，要是1100亿元高价股四档指标性股票又动起来，这盘势格局一口气爆量可能1500亿、1700亿元以上，那这盘势格局马上就结束了齁。所以我认为这盘势格局其实攻守步调都拉得非常明确。盘势格局你维持一个方向齁，投资朋友趋势好，接下来如果你要抢新春过年之前红包，趋势还是做多，趋势还是一个向上多头走势。那如果它刚好是一个第五波当中的主升段，从下个礼拜开始，投资朋友主升段测距是速度最快空间最大的一个波段走势，你要顺势抢红包，那要想办法抢涨停板，不是跌停板了哦。那因此呢，我认为宏达电也有领先整理哦。那应该还是宏达电为首负责者，联盟为主，将来看法不变。好，我认为，这一波的盘势格局没有看到喷出一个主升段，是不会有卖点的哦。我们从盘面上面内涵告诉大家，如果针对于指数的一个商品做操作，你还是要去找礼拜一那个震荡。可能是你切入主升段的一个最后买点了，好不好？所以给大家结论，良性轮动齁，那这应该是五至三主升段的脉络齁。那虽然这整波的行情都是轧空盘，好，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呢？因为所有投资朋友最关心的是齁，现在有一些网站啊，有一些节目都在开始做一个动作，叫做我们来猜封关会收在指数收在哪里。那其实这个高点大概是可以抓到，你把时间波跟波浪理论测距领先市场做规划，我已经做好全面性的规划了哈。那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规划哦。其实这个盘势格局整波都是轧空盘哦。好，投资朋友，我知道从加权指数在11月21号以来单波的一个走势，大概90%以上的投资朋友都错过了啦齁。只要外资没有点火一下，今天量能潮可以量缩到700亿。3DES 主力没有在盘中做一个做量做价的动作，今天就缩到700亿。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一定是到现在为止这波行情还是没有跟上齁。而投资朋友并不是说这是11月21号加权指数破到最低点来到7061的时间点。好，你掌握对的方法。有人是可以跟你预告这个盘势格局一波700点单边轧空一波到底的走势的。好，那还提醒你说这里是空单回补的最后通牒，你不补哦，从这个波段最低点，我们从7789放空下来，告诉你说空单回补最后通牒轧空一波到底的人，好，为什么 XABC 分时指标，好，做一个价破7066，但是指标没有破低，所以我告诉我会没有说我们不听信消息齁，尤其是在11月21号的这个位置点，所有秃鹰，所有财政悬崖，所有欧债在盘面上面全面袭击的位置点。投资朋友，如果你懂得波浪理论，我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说包含期货的分时的波形图我不太方便帮大家做公开，因为我下个礼拜我已经告诉你方向了，你空手的我会带你买，怎么买好这套波形，由于是决战关键周的买点啦、啊、齁，不太容易轻易公开出来。我已经做好全面性的准备了，你交给我就好了齁。那投资朋友只要信任方法齁，类似 XABC 诱空，类似 RSV 的买讯，
投资朋友，你相不相信说有人可以单波一波低档区买到两笔，报到现在台指期货还没出的？我们呢，还加码到三笔、第四笔嘞。那你现在空手的人，这一波的行情只剩下19个交易日，18个交易日马上封关，我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尤其下个礼拜还要帮你挑出几档高价股。好，我说是攻坚的主轴，下班的时间要做分析，所以这一波的行情你先交给我们。那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在封关之前领到一波新年红包，包含指数的商品，好，包含在个股的方面要怎么样做一个布局。其实你真的掌握一个对的方法啊，投资朋友，还是跟大家强调说，尤其有些有市场以上70-80%以上在期权方面商品的交易非常依赖波浪理论，在分时形态上面的规划。那我今天不公开我的波形，但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说，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越多人讲的波形越不会发生。好，我知道也许市场里面只有10%少数的人认为这里是末端喷出第五波。好，这盘是格局就是高空一波到顶。好，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11月16号，11月中旬的时间点。好，当所有人都在财政悬崖朗朗上口，你告诉我西浪怎么消失不见呢？消失的西浪呢？好，大盘只要稍微补个量能潮，7855一过，全面性的向上轧空了。好，其实投资朋友不是没有人赚到这整波的行情，只是90%以上的人看不到这样的波形，而波浪里面唯一真谛就是说，只有少数10%，那市场的心里面不认同，但是波浪理论规划出来的，它会是最后正确的波形。好不好？那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盘势格局，在我们当初11月中旬所告诉大家长线第五大浪的起涨，好，那涨势已经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点了。好，所以投资朋友，如果你手上股票比较多，甚至有一少部分的股票是套牢的，好，请大家好好休息一个周末哈。那这个周末应该是相对愉快的哦，因为下个礼拜多头主动哦。那问题是周一的震荡，针对指数的商品将是最后一次切入主升浪的机会，好不好？那顺势的操作，你要去做多一些相关的概念股。好，那下半浪回来，刘老师就会针对说，为什么今天跟你聊到高价股，啊，以及这些族群带出来封关之前，你要往哪个方向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你可以再去赚到3-5根涨停板。好，另外一点，大盘等一下回来我会做一个最后补充哦。现在扣7061的前面一周，那7789已经连续站稳2周了。好，如果第三周下个礼拜7789再灌不下去，你所有做空的人要全面性进行一个停损的动作。因为按照我们当初的规划，第一波攻击到这个相对转折高，它位置点大概在5个礼拜之前这个高点，震荡下压二浪之后，这个礼拜要拉出3个礼拜红 K 的高点，那理论上面已经是顺势向上第三波大浪的一个主升段。好，那这一波涨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那下个礼拜就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呢？休息2分钟之后，表示去帮他解析。天下通四方，中正金融大道聚焦桃园核心，32层古典商办地标，世界以我为首，中越世界中心。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02-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
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气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你有消费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你。华臻即日起至1月17号，预订华臻春节伴手礼10盒以上可享特价优惠，2月9号前提货有效。预购专线2975-3310。延续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哈，由于今天价涨，但是成交量呢是缩下来的，开盘八法压力盘，礼拜一早盘会有一个调整开盘八法跟量价的一个走势，它会震荡，但是震荡是让你切合入最后这一波主升段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买点哈。为什么？投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是说我画三角形的这个位置是第九周，等于下个礼拜。好，那理论上面就是距离这根7061的线是大概是第八周的一个时间转折的一个系数，诶，无巧不巧就是距离这个转折低，好有一个类似5周、8周左右的一个转折，好，所以下周真的非常重要了哈，啊，如果在这里顿住了，很可能就休息8个礼拜，短波就是休息3个礼拜了哈。那尤其下个礼拜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站稳3周，这个盘势格局顺势向上一个大主升段，会走第一波的 1.618 倍、哦、有没有机会呢？来，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那上个礼拜的这个转折高点顿点已经过去了、哦、低档区的三针头肩颈最好对称侧幅，好，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在11月21号告诉你说这个高点一定会过的主要原因。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类股指数、哦、这个是 S&P500 指数，其实日线图这个格局上面稍微开一点高点，它就否认了这里有一个空头向上吸纳，另外一个波段向上扣沿的主升段才要刚刚展开。好，那至于在日经方面，投资朋友，这个波段向上的走势呢 ，W 底型大周线承接形态，好，导播我们 take 近一点点哈。那这根红 K 开始为止，形态上面的突破要站稳3周，对不对？所以它告诉你是说什么？这里大箱型已经确认突破，最小箱型对称测量日经还要再涨1500点以上、哦、那现在空手的人要想办法去找一些低基期补涨，然后经过适当的压缩整理，有经过诱空，有经过洗盘，下个礼拜才有机会是成为这个三至五，要三到五根涨停板优先会发动的一个首选，好不好？那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还是在电子，是在 IC 设计哦。那稍微注意一下，三角形收敛形态一突破，日经当初的位阶从这个位置点一突破，投资朋友一口气就涨了1500点，未来还有一个1500点的箱型对称侧幅。那如果您现在要找的是已经突破下降压力形态的这个类股次族群，费城半导体齁。那有机会刘老师再跟大家聊，这个是 RSI 指标的下降压力线，为什么告诉你说直接往上看？因为 RSI 强度指标已经创新高了。好，那你先把我这句话记起来，那下个礼拜我再告诉你说从其他技术面的面向，因为我们先马上来看联发科哦。有没有这一波联发科的走势其实在高档转折来到相对转折高档，其实325块钱以上位阶，我不断告诉我分朋友说303块钱指标最低一定会破哦，杀到5个交易日之前破低齁、哦。但是先不用急，就是说 AC 已经等浪，而且分时这个日线图的指标已经落底。好，现在联发科 IC 设计股非常重要指标，它已经把2013年所有的最高标准的本益比都反映完，所以我认为虽然 A 浪落底，那你要事实上还是来回箱型盘整啦。好，那所以联发科告诉你说它大箱型不断扩底，那如果真的要做 IC 设计，你找一些周月线，类似我们当初挑出三阳科，好，低档区周月线低档区黄金交叉，然后指标相对这个转折力道比较强的股票，那基期相对偏低的股票，我认为 IC 设计股这些类股自主群反而有机会掌握到这三到五根涨停板比较强势的价差，好不好？那至于好，另外一档指标性的高价股叫做 TPK，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大型态123浪，好，到底5个交易日前这个转折低点回撤完成了吗？好，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日 K D 的指标已经在非常低的位置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形态的颈线不太容易去做贯破。好，所以延续着我刚讲的，这礼拜高价股的休息，只是把空间让给人气股，先把投资朋友人气带回来。
接下来攻坚，真正要攻关卡，主轴的族群还是要拉出来，那顺势的去讲新年红包，好不好？但是稍微等一下，是说，投资朋友，您日 K D 的一个指标跟分时指标搭配的动作，有时间廖老师再慢慢跟他聊。好 ，T B K 你先不用急，他大概是在宏达电之后第二个可能落底的。好，但是大力光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从899块钱下杀的这一波的 A 浪，好，它是类似一个四手黑盘下来，好，所以理论上面 B 波反弹规划一个C浪是 OK 的哈。还没有落地，那为什么廖老师会跟大家聊？好，因为 AC 的等幅的测距最小的测距满足点还没到，好，可是再下探也空间有限了，好不好？分时指标已经来到一个相对转折的低点。那从这三档股票，我只要告诉大家是说，高价股空间相对有限。如果大盘在下个礼拜要正式展开我们第五波主升段决战周，好，高价股一定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看盘指标股。但是我现在要带大家看一档股票哈，这档股票叫做宏达电哦。那前几个交易日我们聊到一个主轴是说，导播我们 take 一下这一块，好，你认为这个顿点到来这个上攻的高点307块这一波向上是五浪或是三浪，你如果把这个答案告诉你清楚自己，你就知道宏达电接下来趋势怎么做了、哦、那如果是三浪，我会告诉你说这里是波段轧空的起涨点，我们慢慢再聊、哦、不过投资朋友，这个波段从191块钱涨到这里，如果你当初肯1000万资金进场布局，好，稳健一点的你可以去做金城银涨两成，富邦金涨两成，好，可是电视机前面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从11月21号末端喷出第五波到现在为止，曾经一口气大涨五成之后小幅回撤，那另外一波波段的买讯已经适当休息了一个半月哦，投资朋友另外一次的波段买讯一次好十张布局赚60万的行情，千万布局赚400万的行情又要来了，怎么样找买点？波段买讯你要盯紧哦，好不好？为什么呢？好，除了我认为这张股票本身是一个 ABC 浪的一个向上奔走，而且分时指标最快落底之外，那另外一个辅助的面向，这是供应链九成以上营收来自于宏达电，叫位数哈、哦。投资朋友，那现阶段位置点把四个交易之前这个长黑的洗盘位置点，我们当天洗盘在逼近要跌停板的位置，还是请新进会员朋友做进场布局哦。好，接下来按时间波规划是三支波大主升段。那如果位数这样看，你宏达电行情结束了吗？才在大长波起涨点的第一波而已哈。哦，那、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为什么提醒你注意宏达电呢？投资朋友，这张股票叫威盛哈，三角形收敛形态之后热量出来了，好，我点到为止哈。今天盘中几乎攻到涨停板，好，那另外两小宏达电的一个相关概念股叫做升阳科，好，投资朋友，这个先提醒大家一下，昨天涨停板的时候，请你说不要再追了，好，我知道隔天会还有高点，因为最高量最高价，量价不会同时到顶。好，但是我知道提醒你明天要有卖点，但是下个礼拜我会希望你今天不要追啦，因为今天很明显量就没有补出来了。可是投资朋友，当我们在低档区提醒你的时间点，一口气已经拉开了一个，如果你当初肯百万进场布局已经拉开57万价差了。好，那太阳能族群还是我说的第五波向上主升段当中你绝对不能够缺少的题材。好，那么电子股如果你走熟悉的苹果概念股根本没有涨，好，你如果想办法，哎，这个礼拜除了太阳能、中美金、升阳科、金电、亿光都拉开短波一个向上攻击波，创下短波段新高，好，你过于偏重苹果概念股，反而这一波行情完完全全没有赚到，好吧？所以投资朋友，剩下18个交易日，那马上要封关了，怎么样顺势去抢红包？我刚刚讲到的这几档高价股你还不晓得怎么样操作，尤其是宏达电，好，我想除了我们你市场里面大概找不到其他选择了，那让刘老师来帮大家做一个全线掌握的动作，好不好？认同刘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礼拜一礼拜二盯紧买讯，怎么买，好，不论指数的商品以及这些高价股跟宏达电所带动出来的复仇者联盟讯号一出来，我按照我的规划，我就是应该类似11月21号布局一个末端喷出第五波，而且是主升段最大测距的这个行情。认同刘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那掌握广告中的电话，
到底你要选择钻石还是黄金？专案内容向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好，但是呢，现阶段办好入会手续，刘老师会回馈给大家一年一次、唯一一次的一个技术班。好，直接向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周再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别让病菌无意间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用肥皂勤洗手，守护最亲爱的家人。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 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安家招真杰，搬火找真杰，同寿无期没烦恼，0800-00-99-33。吃大闸蟹就吃台湾金多蟹，正宗台湾味，肥蟹飘香，香自蟹膏。预购专线03-381-8677。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你。上网也请暂停。